嗯，韩信，你要美果吗？不用啊，fuck。哎、欸，喂，怎么了？黑鱼怎么了？可以表示 fuck you， fuck you。他要雷神了吗？黑鱼，我听到哭公声。他血量很好，被打。哇！哎、欸，我需要挖个地方种树吗？好啊。为什么不把下面挖掉？好啊。下面的木头为什么不挖掉？怎么觉得好吃好多、哦？我也是，我先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凭空而降？翻新帮我一下。我来了。他凭空而降。哎、欸，别的宝箱，这只臭蛇。哎、他从上面掉下来。是我运气太好吗？我要开这个箱子哦。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我这里，你刚走这里。啊！我开哦，命运牌一个，铁定一个，有命运牌可以玩狗狗了。玩狗狗？啊！我们可以给他命名一些很神奇的名字，如果他打死人会很好玩。枪毙的声音，好大声！你先，我们现在这里烧一点铁吧。你看那个。没事，多余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先把这一条堵住，挖一下铁。那里有龙骨吗？爷爷，你们那边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叫爷爷，因为他叫抠爷嘛。他自己叫我叫他爷爷的。堵。哇。哎呀，我挖到铁了！为什么会在奇怪的地方？我在这边架一下龙骨。啊、你弄，哎、欸，我挖到废矿下沉了。哎，我就攒了烧一烧啊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上面有题。好想你，好想你。下杯续订，生日快乐。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可以给我几个铁吗？我生日，我好帅。我只能给你这个跟这个。啊，你怎么不烧？因为我才刚挖起来，他在下面，竟然还推我。我啦，我刚从后面走过来。这样的高度够吗？哦，不够，不够。一二要八个。我想挖好危险了。我想去捞。那铁我放的时候，我去挖刚刚那个黄金。虽然好像忘记在哪里了。嘿，嘿。我又看到了黄金。我有僵尸。怎么了？有一条，我以为是僵尸。哎呦，我的直播开始亮红灯了，他就转圈圈。哇！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看到可爱的东西吗？哦，对，可爱兔子。一二三，少一颗。我的直播亮红灯，难过。哎，隔壁是峡谷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看。我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小峡谷，刚刚黄金的地方是峡谷，先不要过去好了。我根本就不知道刚刚哪里有黄金。啊！先随便垫一下，没有东西可以垫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是峡谷。我是刚刚苦力把炸掉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对，韩信，你要不要先做装备？等一下哦，好，我回去。好。我烧的怎么样？我累了，烧的不怎么样。哎、欸，烧掉了。啊？一点十四有烧更快的方法吗？有啊，可是经验会减半。快。要做钢炉。钢炉。你要做吗？没有，我好奇问一下，我是新手。有啊。他有食物烧更快的炉，跟矿物烧更快的炉。啊，不然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，不想浪费煤炭，你可以拿那个萤火去烧。为什么这边可以被我挖到乱七八糟？不起来，要不要顺便捞一下岩浆啊？前面有。哦，这边有岩浆湖。先做个，你那边还有多少铁啊？有洞窟哦，欸、我还有两个，先给你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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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洞窟怎么放起来的？我还要烧合金哎、欸。金等一下再烧，金不急。好嘞。我们所以这个要换地方。啊！抱歉，啊、
要敲要枪啊，你还我，我还你，不用换地方啊，这边就好了。会挡到吧？啊，挡到谁？我搞快坏掉。会挡到树吗？哦，那你换吧，我继续挖。哦，这蝙蝠变。你这样蝙蝠都会把它打死。我有13个铁，我拿去烧。头上有没有可以垫的？我的直播真的好好淡哦。我看。get down get down。为什么他们现在才在那个我们还在讨论那个高炉的地方？哦，正常啊，有时候都这样子。手机网一延迟就这样子了，好烫！来，我擦一下火把下面。好，你读一下。我听到我附近有洞窟的声音了。这里是底部哎。阿信，你有没有火把？这里有火把。我有啊，怎么了？我可以跟你拿一些吗？我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就是你刚刚那边的往下走啊，你看这里好多铁，好多。哎呦！哎，我听我听。边界吓我一跳。哎，吓死！僵尸叫，好猛啊！另外一条路，另外一条路哎。有脏笔，对啊。你们回得来吗？我看到车一圈过来一下。你们有想回来吗？你先开，你直接开的。不是啊，那边可能有怪美，所以我等。对啊，但这个跳多跳多。你们有想回来吗？我不太想了。啊。快！快点，我来。这里，哪里？左边那边。哎，谁受伤？谁受伤？没有受伤。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受伤的时候，受伤的话，画面会有那个谁受伤啊？等一下，我附近有人。等一下。那你让我把这铁挖完吗？那你蹲着，那你蹲着。我一直来都蹲着，我跟你讲。你蹲着跳。回跑。后退一点，让他撞那个，要让他炸到车。对啊，繁星，叫我干嘛？喂，那边有人。对，我需要过去吗？不用。你们听得到我们爆炸声吗？对。你把自己埋起来，好吧？有一本快速上旋的附魔书。我想说，我很有兴趣开战的说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很有兴趣。等一下。这么快吗？我们竟然没有装备。对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刚不是说很多铁吗？我都没有。你只够做一件衣服而已啊。那我站起来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我蹲下了。好。我就站起来，我又蹲下。我附近好多洞窟的声音啊。走，我们回去刚刚那边挖铁矿。哎，对。这里应该没东西。黄队的。没有。黄队。黄队是谁？玉米，我会怕。蹲蹲他很凶吗？玉米很凶，上次我跟他同届。你说蹲蹲玉米啊？玉米很凶，怕爆。得要命啊！上次我得说，我跟他玩的时候，我都被压得死死的。前面有人，那现在举，不是，来去骨感的，骨感美女在前面，骨感美女。啊，对，不要走对了，回去刚刚那边回去。刚刚是哪里啊？这里啊！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一对应该就是他们了。那繁星，我先做个小装备哈。好，你做你的。我们在这边烧一下。好。啊，等我都给你烧一下，小拇指要抽筋了。已经放出来了。这一毒剂我烧，不是这个啦，烧啊，随便就烧他。外工作台，靠腰。啊，你把工人招进去哦。对，我做一个啦。我们的树长出来了。你放了？放了。你被吃掉是不是？没有，看起来放，实际上没放。我放在身上。我做个简单的装备哦，就好像做个铁剑。18、25。全身完全没装备，这样子啊，有了，
还有素描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不要这时候抖了，越拉吓死人哦。教主加油哦，波浪符，感谢订阅。附近好像没有的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没听到什么人的声音。没有，我在拿东西。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，还需要十七个，十一个。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怎么了？玉米，啊？遇到人了。可恶！你怎么都不叫一下？为什么要叫？玉米在吃红豆。玉米离我很近，玉米离我很近。什么？你可以吗？我只能说我打不过他。你有没有装备啊？我有那个胸甲了。你要不要逃来我们这边？忘记吃了，拜拜。没关系。我是送装备啦。继续。哒哒。哎，其实要遇到很难呢。我怎么走的、啊？等一下哦。我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而且现在很紧张。刚好全屏吗？注意哦，吃了金苹果。干嘛、啊？恭喜教主荣获第一主播哦哦哦！不客气。感谢汤包包。哦，可以了。哎，看一下哈，按键设定。然后在哪？全萤幕不是，哦这个，打开我的铜板，没有啦，最近风之谷玩太多不会按啦、啊、白痴哦、喔，刚才想按 W 攻击人。所以刚刚有看到我按 E 吗？打开包包，因为我的个攻击键是 E。哎，好远哦！等一下哈，绿队，超远哎。然后切个画面就要重按，哎咻！天哪，直接送给他们附魔台了，这时间才有第一主播。从这时间还行啊，哎、欸，我的画面在哪里？这里能看鬼鬼他们吗？啊，你怎么不去看他的台？去看他的台就好啦，鬼鬼哦。这里他们干嘛？哇，感觉他们在找死哎、欸！他们在干嘛？
好无助哦。等一下，小雨两滴血，不，小雨上来陪我。哈哈，他怎么不烧啊？哦，要蜘蛛线是不是？希望谁陪我当主播？全部的人啊！这是什么啊？好可爱哦！我其实这一届也不会参加啦。那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我要来宣传我 CWTK， 嘿，在高雄场的时候要有人过来，对啊，